梅姐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老话，叫做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？那你有没有在网上听到那句话，有钱就可以任性？你都这么红了，我还不任性啊？为什么不可以鱼和熊掌我兼得呢？有多久没见你，以为你在哪里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呼吸。
你这么一闹，你粉丝又该疯了。谁让你躲得无影无踪？我只能用这个方法把你找出来。那这次只能跟媒体说你是鬼迷心窍了，才能化解这次公关危机。你已经不是我的经纪人，想这么多干嘛？各自在人海相濡以沫，许过多少承诺才懂得把握，情太深想太多才擦肩而过，身边